前几天，英国王室肯辛顿宫宣布，哈利王子和未婚妻梅根·马克尔的婚礼将于当地时间5月19日中午12点在温莎城堡举行。届时，他们还将乘坐马车穿越温莎镇，与民众共同庆祝这场婚礼。近日，英媒曝光了准王妃的婚纱，并透露这件价值不菲的婚纱将由英王室自掏腰包。梅根在婚礼当天将穿上英国高级定制品牌 Ralph Russo 全手工缝制的钉珠婚纱，由英国时装设计师拉尔夫设计，价值达10万英镑，约合人民币86万元。而婚纱的花费将由英国王室全权买单。英媒还将梅根的婚纱与凯特王妃和戴安娜王妃的婚纱相比较。据报道，凯特王妃结婚时所穿的婚纱价值高达25万英镑，约合人民币215万元，也成了史上最贵婚纱排行榜第五名。而戴安娜婚礼时所穿婚纱价值为9万英镑，约合人民币 77.5 万元。准王妃对这个品牌似乎情有独钟，早前梅根与哈利的订婚照中穿的也是 Ralph Russo 的礼服。